燕窝的好处很多，神农本草经有提到，燕窝甘平无毒，并且可以调补虚劳。燕窝也可以养颜美容，滋补养生，延年益寿，促进身体健康，男女老少皆宜。不过一般市售即食燕窝的蛋白质含量多寡不一，许多消费者花大钱却吃不到真正纯度高的燕窝。高原青燕窝每100公克含有高达58.3%的蛋白质营养成分，而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，高原经过一连串严格精密的检验，绝无添加防腐剂、漂白剂以及色素等物质，品质优良有保证。而自己烹煮还可以确保您吃下肚的是高品质燕窝，而不是口感相近的添加物，让我们为自己的健康把关。市售干燕窝往往使用糯米水塑造燕窝的形状，或者为了保持燕窝的形状而简略了清洗程序，以致在烹煮前必须花费很长时间的浸泡以及清洗。高原青燕窝为了使烹煮起来更为轻松，特别将摘取下来的燕窝以筛选、浸泡、清洗、挑拣、复查等5道清理程序，而清理好的燕窝不再加工塑形，成品直接放入烘干箱等待4个小时的烘干以及8小时的紫外线杀菌，通过层层关卡才能完成高原青燕窝。高原用心维持燕窝的高品质，运用高科技燕窝杜绝燕窝受到污染，更不惜成本建立世界第一座无尘燕窝筛选室，整个筛选过程也一律采用纯净的蒸馏水，如此大费周章，为的就是要让您吃到品质最好、最纯净的高原青燕窝。